昨天晚上睡得一点都不香啊，在这个桥洞下边露营还是不行的，到现在都是咚咚咚咚咚咚，跟打雷一样。这是昨天在大明县城买的烧饼，挺香哈，挺有嚼劲。现在呢是早上的9点钟啊，一晚上没睡好，所以说早上这个补了个觉啊，吃点烧饼就接着赶路了。到魏县邯郸了啊，这没写多少公里，我基本上都是看路标，没有看地图，反正就往西使劲跑。16公里，45公里，邯郸75。今天的话也就差不多到成安吧。前面都到魏县县城了啊，这门口两头扎的黑色的狮子，该说不说哈，这个魏县县城整得挺干净的，这个早上这都洒过水了，哎呀，特别的清新。看到这个老魏大碗菜啊，听说这边的烩菜不错，是不是这个大碗菜就是烩菜？那边有个候车室，应该是车站吧。现在出魏县县城了啊，这边都是卖黄冠梨的啊。本来说在这里吃个那个烩菜呢啊，但是这个电车你得走。走的话得找地方充电，又耽误时间了啊，还是往前走吧，走到哪里快没电了找地方再吃饭。黄冠梨，到达成安界了啊，成安欢迎你。风太大了，起风了。今天跑了2个县城啊，魏县一下子跑到成安县，电车呢放在那边充电了啊，给人家5块钱电费，充上这个5、6个小时，都得充到下午了。
现在呢12点了，到饭点了，找个地方去吃点啥呢？千里香馄饨、羊肉汤，啊，转一转。这里吃这个包子都挺多的啊。这里是老汽车站哈，还有这个电车的续航，得把它解决了啊。也跑三轮了。走咱们。啊，不坐车。哦，道口烧鸡。两家道口烧鸡。这样的路。哦，这样是路的。哦那你换向吧。这边那个猪头肉啥的挺便宜的哈。刚才去那个道口烧鸡店里边转了一圈，买了这个16块钱的21斤啊。这里还有调小菜的，那个烧鸡是15一斤啊，一个也就是20来块钱，嗯，挺便宜的哈。找个地方吃吃啥呢？你别说这个地方哈，烟火气儿特别足。要了一份大份的这个饸饹面啊，我说吃米线的他这里没有，反正尽量控制的少吃面食啊，吃这个猪头肉的话也是要的瘦的啊，嗯，控制饮食，晚上基本上都很少吃东西。这块挺肥的，嗯，不错，刚出锅的烂乎乎的，哎呀太香了。嗯，这个豆干5毛钱一个哈，这是吃过最便宜的豆干。这个面应该是7块一份，要的大份的。这个面他说是鱼面，鱼面是啥意思？我也没搞明白，反正就是是粗粮吗？辣椒也挺好啊，便宜，我感觉比我们这个，比我们濮阳消费都低。嗯，太实惠了啊。7块钱。剩下都留着晚上吃。哇，这边那条街那条街都是没有很多卖吃的的。买了个包子啊，粉条的1块5毛钱，粉条肉的吧应该是，看他这个卖的挺好，尝一下。哟，也油挺多的。嗯，挺香。
刚才问了一下老板哈，原来是荞麦面哈，荞麦面具体是啥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哈，就是粗粮吧，是不是？血糖低了吃了刚好啊，血糖高啊，好了，朋友们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视频的话点个赞，下期见。